戏当中所负责的是哪部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盾甲豆豆，然后我在游戏中打的是 AD 的位置。哦，乐乐。大家好，我是蛋卷，那我在游戏中负责的是辅助的位置。蛋卷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菊，我在游戏中负责三狗的位置。小菊吗？小菊。小菊。好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游戏中负责中的位置。蝴蝶，好，来谢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青青，我在游戏中负责是上路的位置。小青青吗？青，哦，小青青，好嘞。大家好，我是浩辰，我在游戏中负责辅助的位置。